奥运会现在继续开会，助理临时提案，每位委员发言时间1分钟。第一位，请陈欧博委员。本委员不在，本案暂不予处理。接着，请陈嘉华委员。谢谢主席。本院委员陈嘉华等16人。 对于108年通过之《文化基本法》，以保障人民之文化权利，扩大文化参与，落实多元文化，促进文化多样发展为宗旨内涵，经查于文资审议过程中，多有拒绝公开委员审议参考的文化资产调查报告书案例，使文资提报人 无法针对调查报告表达意见。当提报人不服委员会决议时，所提起的行政救济又被文化部以文化基本法原则性尚未规范，否定其诉愿资格，难以落实文化基本法第28条，人民文化权利受侵害得以法律寻求救济。 救济精神是否有当，请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陈嘉华等16人提案作如下决议：函请行政院处，请问会有无异议？没有异议，通过。报院会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，下午20:30继续开会进行财政组织质询，现在休息。